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霸道哥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白化的隐藏任务，这个经验值非常多啊！我已经捡过一次了，这边我已经是捡过了，然后来跟你们分享。如果还没有捡过的，赶快可以来捡，这个经验值蛮多的。等一下我们捡完之后来算算看，经验值总共可以拿多少。然后再搭上这次的活动，百趴活动，可以趁着活动的时候赶快来捡，因为这个经验值非常的多啊，但你想不到啊，这个捡完之后可以再去捡那个，先把白化这边捡完，捡完之后可以去捡那个塔姆林的，经验值是相当的多啊。那我们今天先做这一集，因为我的。另外两只都解完了，然后特别再录制一次，这只还没有解，那就特别录影一下，这样子你们应该比较清楚一点。因为开始听别人讲的时候，会觉得找这个是找错 NPC， 我发现也有人解，但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找错 NPC。这边 NPC 有两个，那我们现在这边看一下。快到了，不是这一个啊，不是这个啊，上面这边有一个，小这边，这边有一个，我们找到对话，水彩画家，这个时间蛮长的，哎，他现在叫你去打姆林了，放飞一下。解这个任务瞬移卷轴会花的蛮多的，如果你身上瞬移卷轴没有30张以上，没有30张以上的话，不要解。对啊，不是不要解，晚一点解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回去。他现在让你再回去找那个水彩画家，来找对话。接收原料，再去一次，怎么样？这样子我们就去回来去，现在目前就用3张了。有没有看到经验值呢？不过蛮值得的，88万呢。来，这边跟他对话一下。寄放的东西，找到了，等他一下。再跟这个对话，这边都只是开始而已哦，这边都只是开始而已哦，解完时间很长啊，可是一次都拿88万经验了，算蛮多的。这边打开，然后点这个使用第一卷。这边有故事 啊，如果不看的人就把它按略过就好了。这游戏好玩的地方，剧情啊，有人蛮喜欢看剧情。先是第一卷而已啊，总共我记得有6卷，总共有6卷哦。先是第一卷而已，因为待会还是会有，他会要你变身，因为他
他会帮你变身，然后你看我那个解除变身卷，那个解除变身的药水已经放下面了，放热键了。来跟隔壁这个讲话，凯克斯。好，刚刚接完任务了，那我们现在去。哇，又88万，捡的很多啊！这是推荐一定要捡。这个解完的，捡后的他会给你壁画，还可以挂在小屋当装饰啊。好了，第一卷没了。那第一卷我们现在是解完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在传送，对不对？变身解除，那就跟他对话一下。来，这边点喜欢嘛。那现在打开物品栏，就打开这个使用。他去找美人鱼，还来打十只，还找十只来打。再打第二只，这就不要打了，先解我们的任务吧。可以找这个打，好，五只了，五只了，第六只。第七支，我原本想说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影片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原本想说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影片，啊，刚洗完澡，想说应该还是蛮多人都没有解的，那不然来做这个影片好了，来帮帮那些还没有解的。这个金链子我觉得还不错啦，金链子很香。好了，不知不觉已经找到第九只了。他们打一只，没有啊？好了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我刚不是说瞬移卷轴用很凶吗？如果你不想用飞的，你就直接用手也可以。啊，我是比较懒的，我是比较懒一点，直接用飞的比较快。那我们先到猎人之枪，
趁着这个活动啊，赶快来解。经验值相当的好啊，相当的香啊，谢谢。好啦，略过了，那继续，再飞一下。那你就给他5万块钱。这边刚刚确认了，请他帮你做一下，谢谢。魔法衣服，现在第二章而已哦，现在第二卷而已哦，总共有6卷呢，时间很长。现在给他衣服之后，然后再去找那个先变身，先解除变身。很喜欢，喜欢，真的很喜欢，现在很喜欢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打开一下，水浪，那我们再去猎人之丘，再去那里。如果喜欢我这部影片，也帮到你，别忘记在下面帮我点个喜欢呢、啊。如果还没订阅，帮我订阅一下，谢谢。这剧情就不看了，我前面有看过了，这就不看了。解其他字的时候已经看了，我来传授一下。箱还不赶快来解，等一下40公尺而已，这还是用飞的比较快。GG 有练过的两模仿啊。好了，第三卷已经读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找，那一样要解除变身，来找一下画家。所以这个解除变身的话，只要水他会给你。那本身身上已经有的话，你就把它放在热线，你这样子不用一直打开了，不用一直打开了，放热线就好了，可以省一点点时间了。期待下一篇。那先解第四卷了，你先去基督地。你看我们家这边目前已经是花了14分05秒，已经花了14分05秒了。哇，天真香。那调一下毒酒。制作烈酒中，
叫美人鱼啊。再回去，现在再回白话，找一下画家。解这一趟隐藏任务啊，我觉得最麻烦的是，没有个人觉得的，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麻烦。你要是不把那个解除药水，你要放在那个热键呢、啊？哼，因为是打开，这干嘛这环？觉得很烦。花个半小时，赶快解一解，还不错了。好啦，那就这个，我们再打开，打开第五卷。先去北部伐木地。来了来了，美人鱼来了，洛德，洛德像是男生的名字。这边就跟着他，你不带他，他会一直叫你跟他一起走，带他去绕绕看看这样子。总共会有3次啊，记得是。现在是第二次了嘛，对不对？参观一下周边。那等他走完，等他走完他，然后再去看他。再跟他一次。是应该带着我一起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总共3次，对不对？还给他花，来讲话一下，他还给你一个表情，很满意啦，很喜欢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差不多这边已经是第五卷解完了，第五卷解完之后，我们再回去白话一趟。他经验值一次最多就是给88500，88500。那先解除，他跟他讲话。很有趣，喜欢，很喜欢，期待下一张再就很有趣。来打开，然后现在去找他。这经验值超好拿的，哇，很香啊！一直给，听到这个声音，听到这个音效，就感觉很爽。绿果，绿果。
下美人鱼。好了，最后了。全部读完了，觉得如何？很感动。好了，完成了，各位。这边已经没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总共几个，一个看几个经验值哦，一起数一下，88万一个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21、22、23、24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。应该不止哦。就36秒，因为好像被洗掉了。对啊，好像不止。你看我现在是因为那个没办法存那么多讯息，那很多经验值很多。来，好啦，经验值想几千万的啦，几千万经验值 ，OK 吧？那觉得这影片帮助到你，别忘记帮我按一下喜欢，可以帮我留言一下，感谢你啊！记得帮我订阅啊，谢谢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